没看见，倒数的时候我不在，我跟他又不熟，没注意他晚上干嘛。我去找周洛了，没找到他，估计是路上走岔了。南雅什么女人啊，在我们镇上名声很臭的，我招她干嘛？南雅姐吗？哦，我跟她又不太熟，我怎么做评价呀？我就是觉得她长得特好看。真的特别好看。过不了就离呗，现代社会了，什么大不了，还不是为了钱。徐毅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实话实说，跟我在一块的时候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倒是跟他们挺熟的，我是婉婉的主治医生，我跟陈玲也是一个医院的同事。主任的主意，让我们两个凑到一起相亲，但是我很在乎面子的，我只不过是给主任一个台阶嘛。陈玲，老姑娘，脾气古怪，论性格、长相。谁都会选择蓝牙的。蓝牙不是和谁都能睡吗？我听他们说，只要付钱就行。走路啊，一星期能挣好多钱来，一个被大学开除的。他要不是品质有问题，他学习那么好会被开除？他死不足惜。我不止一次，我不止一次看到他打蓝牙，打得特别狠，特别狠。每一次婉婉来我家都是因为这样。那天晚上如果不是他画的，死得很有可能就是那样。
就一直在想，要是有个人拿着斧头追砍我，我手里有把刀会怎样？
什么病呀？上海都比这里看得好啊。说是音频修仙，哪个知道呢？大子，今天麻哈猴见你要啊？麻哈。麻哈猴啊。哎，当初做到放榜的时候，他会仙客寺摆了三天的流水席。嘴巴呀，别的惹得好不起。周洛咋从学校回来了呢？不知道呀、啊，成天游手好闲，光在那打台球。对呀，这回来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是啊，简直不让他妈省心，这个小孩。哎呦，肯定是他弄的不好，不是因为学校开除了，不然学校怎么能有事情呢 ？Destroy，Destroy，Destroy。听说了吧？他就被开除了呀，跟女生开房，把人家肚子搞大，跪下你过去，怕不是让人打开的吧？爬得高，摔得很呢。状元，状元，我们这里不是你大学的图书馆，没有免费的书看。要想看书，回家去看。是是。哎哎哎哎，安迪。是是。哎哎哎，安迪。哎哎哎，安迪。中午生意吸毒嫖娼，当年的状元事情，作弊的，希望你把他开除。这种事情也能干得出来？他这种属于道德班，反正学是肯定上不了了，考上重点有个屁用啊！好，这是家。你干嘛啊？我帮你搬。不需要，不需要你啊。我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真的不要你，儿子，妈正想问你，往后什么打算？帮你看店。你是要考大学的呀？你看个小破店算什么事啊？那什么算事？那么好用，就这么天天在家里头待着，别人家的孩子，像他这么大的小伙子，不读书的都出去打工去。我儿子肯定不会打工啊。我倒是有个主意，一直想跟你们说，就怕你们面子上啊过不去。瞧你说的，什么主意？说来听听啊。复读，再考一年。让他来华山，学籍上的事情我去解决，学校啊只是劝退，好歹没有断了他的求学路。我儿子就是上大学的料，再考肯定还是重点。问题是要是去复读的话，那不就坐实了不是病休吗？那就要看你们觉得是面子重要还是前途重要了。没有前途，要什么面子？来来来来来，前途决定了面子吗？
周洛是吧？嗯，进来吧。那个坐坐那里吧。上课啊！今天随堂测验，吹右边雷逊，来把卷子看一下。啊什么？啊？周洛，周洛，这次也不及格的。哇，陈俊。你怎么到这来了？快点去！我爸呗。他说要考不上，让我一直念，贼烦。陈俊，坐过去。我也懒得跟他争了，就当对象。陈俊，哎，你知道吗？老师，陈俊，你坐哪里的？回去。干嘛呢？那是。坐好。你头上扎小辫是什么意思啊？摘了。干嘛呢？不要上课，出去。看清楚题啊！别一天天的粗心大意。晚上没睡好，起晚了，起晚了。我来。我们都已经吃过了，你的饭在锅里热着了。啊？我自己吃的。啊。他怎么起那么早啊？上学不得早起啊？你说什么？儿子上学去喽。真的假的？中午包包子吃。多放点肉哈。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尽量低调点，他们都是落榜生，每天始终吃奶的浸在苦读，你这不费力的样子嚣张的不行，合适吗？再说你知道他们都怎么说吗？他们怎么说我管不着，但我就是这么个人，我没学过表演。周洛，周洛，哎，校长，周洛他。别管他，名声都臭了，也不知道低调点，整天搞特殊化。再这搞下去，班级气氛都搞坏了。我就是拿他当一条鲶鱼，刺激竞争嘛。好多人看他不顺眼，无所谓。以后啊，更要捧着他，时时夸，给他特权。他们眼红了，学习上就会跟他竞争，是好事嘛？啊？我跟你说啊，混完今天我肯定不走了。考什么大学呀？我一看见书我都困，要不是我爸逼我，我今天我就走了。行啊，你走啊。
你走了，我就换个朋友。你敢？我怎么不敢？你换一个试试啊！我看你换。行了，姐，我自己拿了啊。你在张华山眼皮子底下还敢这样，蛮厉害的。其实我们三个都不想哭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像你，我就不是学那块料。谁是？我打算读完今年，给家里一个交代就得了。我还是想跟着我爸妈呀，当个生意人。这当生意人可比现在自由多了。那做生意不还是走了？来，干。走。你们倒是自由了，我爸说考不上我就一直考。你说你爸也真是的，你明明都考上，硬是不让你走，不然啊，你现在美美的大学里谈恋爱。为什么不让走？我爸说不是一本考上了没有含金量，就让我一直复读，把我当什么了？不就因为他开个复读学校，嫌我考得不好丢人吗？每天像个犯人一样，他越是这样。我就越不去。现在你理解了吧？知道为什么我们仨在一起了吧？因为我们都不想学。欢迎你的加入。哎，对了，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对啊，为什么回来？平平，怎么了？就问问嘛，大家都是一个组织的人了。其实我不是病腿。是被开除了。开除？为什么呀？这怎么会被开除呢？开除有什么了不起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再考个更牛的就好了呀。嗯。我赌100块，今年肯定能考上。我压你，我也压。敬总统。敬什么呀？敬什么呀？考试结果出来了，我们这次有一个人考了满分，周洛，150分，不错，加油啊！陈俊，看什么呢？男生看的东西，女生不要看。快点，经理。I'll be yours till the day I die is all that I ever want. I guess I'm getting kind of lucky wanting for you all this time. A woman like you is a fortune, the favorite's on your brain. I'm just thinking that I keep on starting for the still of this day. We're old and the love that I promised was not me.六六娘，你干嘛吃了羊？
呀？烦死了，这个人。哎，兄弟，今天谁约的？哎呀哎呀，这你都不知道。走吧。啊啊！太可爱了。哎，走啊。经理，回来啦！快点洗手哈。啊。上哪里去了？我有几道题不太会，我就去找周洛学了学。他给你讲解了？啊。这就对了。以后啊，多和周洛这样的交流交流，人往高处走嘛。嗯。不要老和陈娟那样的瞎混，有什么出息啊？哎呀，好了，洗手去，快。叫瞎混。周洛啊，在这个年纪遇到这么大的事情能够扛得住，不简单。好了好了，天天听你夸周洛这个好，周洛那个好，你怎么把周洛当儿子呀？啊！我一定要把他送进名校，北京的最高学府。要是这次周洛再考高分，那我们华山就名震江湖了。到时候我去县里要一块地，搞一个我们自己的校园。臭美吧，谁给你投资呀？那个徐毅愿意投。徐毅？哎，真的？嗯。今天南亚找我，他跟我说让我以后进货的时候顺便帮他带点针线布料什么的。不要走得太近了，免得招惹是非。我是心疼那个婉婉，那么小一个孩子，生那么重的病，好可怜。中国货能招惹什么是非啊？哎，不知道，镇上都传他做衣服是给城里那种女人招揽生意穿。他们亲眼看见了，他怎么认识那种女人？说的也是啊。哎，要我讲，这母女两个人挺懂礼貌的。顺便帮他们带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一个女人名声坏成那个样子，怕是有人故意在给她泼脏水啊。我看也是。哎，你说这南雅雅真不要脸，这样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不勾搭呀？她那种服装店一天能卖出几件衣服啊？这种衣服送我也不会穿。就是你看呀，就偷男人才穿的，你还真说准了。徐玉的那个兄弟你知道吧？哦，他老婆来南雅店定制服装，他趁人家老婆在里面放衣服，要这个啊，和那个男的拉上手，这自家兄弟都不放过呀？谁说这不是潘金莲在试吗？不是，哪天他要是对徐玉下药毒死他，我就去管。就是，真不要脸。就是，这南雅啊，真是的，真是不要脸。哎呦喂！哟，南雅，这是去哪了呀？去市场买点菜。哎呦，是不是卖水果的老刘又送你了呀？哎呦，我们可没那好命呀，让他送一把香菜那都得絮叨半天。老刘哪是能吃亏的人，不会白送的。哎，他会不会听见了呀？切，听见又怎么样，看那么骚样子，我要是送给谁看？就是。
放的这盘磁带店里有吗？就这一盘，很旧了。你下回进货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多进一盘啊？你喜欢这首歌？我不像吗？没有，就是这样喜欢摇滚的人不多。我也是听你放觉得好听。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乐队，这乐队写的歌还有风格词什么都特别。哎，你们这有人能修这个吗？我可以看看。经常卡带吗？不是啊，偶尔。有时候我听着不对劲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它拿出来，要不然就会搅成一团糟。大问题，就是一时半会也弄不好，你还不先放着，晚点再来拿。好吧，谢谢啊。没事。娃娃，妈妈叫呢，回家了。给了娃娃两颗棒棒糖。你有没有谢谢桂香姨啊？谢谢桂香姨。不谢。走了，好呀，再见，妹妹。再见。你爸晚上是不是接警了？就十一跟南雅那事儿。不是，他一个刑警整天解决青雨镇的夫妻矛盾。怎么报他那儿去了呀？就是闹得不可开交呗。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劝和了呗。你们知道他在派出所做什么吗？他告徐玉强奸，硬让他坐牢。真假的？夫妻之间搞笑吧？南雅也真够可以的。打个架非要到派出所去，硬要是要把自己男人抓起来。女人怎么可能打得过男人？不报警那要等死吧。我首先说一点啊，男人打女人是没骗，我承认这个。但是这个女人要是给这个男人戴绿帽子，我觉得是个男人他也忍不了吧。我估计徐玉就是被逼急了。你这么帮徐玉说话，你简直了。哎，你提我姐干什么？安静了，等等了。把书翻到34页，我们那个题二进thank you.
巡狱车上油箱盖里的东西检验出来了，织物的残余。初步断定呢是衣服，你的猜测没有错，人没纵火。哎呀，到底什么人给徐这么大仇了？听说你住周洛家去了？刚好有间空房，比婉婉近点，方便照顾。你怀疑周洛？他有一个半小时不知去向。不可能！哎呦，绝对不可能！这个孩子我是最了解的，人品是没有问题。你要说金水镇谁最有出息啊？在他这一辈里呢，就要算周洛了。年年的三好生，当年高考了，他是一三线的状元呢。状元？嗯，状元为什么要复读啊？被劝退了咯。明面上呢是因病退学，其实啊就等同于开除，学校给留了一点余地。原因呢？原因不知道，那当然也没人知道了。学校只是引着助理。然后金水镇呢，好家伙，骂的不知道有多难听，眼红嘛。他也不反驳，也不解释，你接触接触就知道了。心善人正，反正呢，是所有的好孩子。这个案子，反正跟他没关系。你不是怀疑南阳吗？我现在还是没有改变呢，他就是有问题啊。那为什么就不能怀疑周洛？Medicine, law, business, engineering, these are noble pursuits and necessary to sustain life. But poetry, beauty, romance, love, these are what we stay alive for. To quote from Whitman, oh me. Shut up, Ron. 来问你借本书看。这降温了，外面还挺冷的。看电影呢？随便看，背英文。呀，这张照片不错，笑这么灿烂。你好像很喜欢推理小说啊。我喜欢有逻辑的东西。逻辑就像是森林里密密麻麻的小路，枝蔓丛生，通向的地点未知。但是都有迹可循。那你觉得徐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懦夫。为什么？所有打女人的男人骨子里都是软弱的。我也喜欢侦探小说，但我的理由跟你不太一样。我喜欢研究人性的黑暗面，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竭力想要隐藏的东西。一个人如何成为罪犯，比他犯罪本身更加引人深思。你觉得呢？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嗯，这门不错，早点睡。
高升了，那不是气我吗？我老子要求你犯错了啊！你们俩是不是搞在一起了？是不是搞在一起了？别人不能看错，跟老子看错。